住在城县排名前三的私校旁边是什么体验呢？大家都知道城县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私立学校叫 圣玛格丽塔 Episcopal， 这个私校就在伦丘 圣玛格丽塔 这个城市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城市来看一套刚刚上市的二手房，上市五天，室内2590尺，三房三卫，占地4700尺，售价159万，门前是假草，它是一套独立屋，带砖木卫。假草其实比真草还要贵，也很容易打理。这套房子有挑高的客厅，非常舒服。我刚带一个买家过来看房，买家是教钢琴的，所以他说他的钢琴只有在这种挑高的空间才能够发挥他的声音。好，这是一楼进来是地砖，整个 living room 是挑高，非常漂亮。左边通往二楼楼梯是地毯，右边是一楼的半个卫生间，加上通往车库的门，还有洗衣房，这个门后面是洗衣机、烘干机。好， living room 是木地板，这应该是 engineer wood 的。再往里走是餐厅，餐厅刷成黄色的背景墙，这个空间我非常喜欢。再往里走是家庭厅和厨房，又是地砖，这是家庭厅带壁炉，厨房的岛台还有所有的厨房电器都是去年刚刚升级新换的，用了 Viking 的高端的电器。炉灶在岛台中间，但是它这个油烟机是可以升起来的，也很好用，升起来之后风从这边吸下去。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简约风格的厨房台面。好，厨房这一侧嵌入式冰箱，旁边有通道通往餐厅。它的 family room 家庭厅和厨房有两个落地门可以通往后院，后院也是种了假草，很容易打理。后面没有邻居，是社区里的一条小路。这是后院的烧烤台，户外烧烤台，然后假草，中间放了休闲桌椅，侧面也很大，侧面这也是假草。好，我们回到室内去看一下楼上的空间。楼上有三个房间，两个卫生间，其中两个次卧都是套房，因为它是 Jack and Jill 的卫生间设计。好，回到挑高的客厅这一侧，上楼。上楼地毯，所以我们脱下鞋子。半旋转楼梯，上楼的时候可以和一楼 living room 可以看到 living room， 可以 living room 来互动。这是第一个次卧，也很宽敞，这个次卧对着前院的，前面是有山景的，稍微解释一下，我稍微放大看一看前面的山景。这是一个门禁社区，好，它的卫生间是两个门，里面是浴缸和淋浴房，浴缸式淋浴房。然后从这边还有一个门通往另外一个次卧，这个次卧也是有尖顶挑高。然后最里面是主卧，我们先把这空间总结一下。下面挑高 living room， 上楼的时候可以看到 living room， 然后一上来先是一个次卧，这个次卧是两个门的卫生间，然后通往另外一个次卧，从这边可以出来。主卧在靠着后院这一侧，主卧很大，也是挑高的，黄色的墙壁。主卧还有一个小的一个酒吧，小水吧，一个小水池。
主卧也带有壁炉，然后主卧上来之后，我这边还有一个额外的一个空间可以学习或者休息，采光非常好。后面西南朝向，没有邻居。主卧卫生间地砖，两个洗手池，浴缸、淋浴房，里面是衣帽间。好，这套房子是在靠近尔湾、靠近城县最好的私校 Saint Margaret Episcopal， 靠近这所学校的城市叫 Rancho Santa Margarita。室内2590尺，占地4700尺，三房三卫，挑高的客厅，二楼三个房间都是套房，前面后院都很大，后面没有邻居，售价159万。好，有兴趣约河马经纪人看房，谢谢大家。